会跳舞的音乐盒。今天我来给你们讲讲园丁鸟。嘿，哇，丁丁。对，这就是园丁鸟。园丁鸟特别会盖房子，是鸟类里的建筑师。可是这和我们丢的东西有关系吗？安静。啊？房子盖好以后，园丁鸟就会收集各种小东西，摆得漂漂亮亮的。这就是园丁鸟经常收集的东西。蓝莓、葡萄、玻璃球、鲜花、硬币。这是太快了。瓶盖、钥匙、玻璃、毛巾、浆果、眼镜、贝壳、纽扣。可是丁丁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漂亮的东西呢？因为丁丁想把房子布置得很漂亮，请他的朋友一块来住。好朋友也是一只园丁鸟吗？当然了，丁丁需要朋友哦。房子不够漂亮，丁丁的好朋友就不来了吗？对哦。原来是这样，丁丁好辛苦。丁丁拿走跳舞的小人，原来是为了请好朋友。可是我们也需要跳舞的小人才能修好音乐盒呀。小小鲁班，快帮帮大家吧。请让我想一想。有办法了。宝贝拿出来，丁丁需要帮助。这是小小鲁班送给我的手工，我最喜欢的。淘淘，你的呢？好舍不得呀。天天。你拿了什么？镜子。因为我长得帅，所以我就喜欢照镜子。好好好棒啊。我不想送给丁丁。貔貅，别那么小气。丁丁，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，还有葡萄。对不起，那天我看到这个小人特别喜欢，就把它拿走了。美美，丁丁，你的礼物好漂亮啊！这都是我的好朋友送的，就是他们。美美，你能留下来陪我吗？你有这么多好朋友，又这么勤快，我当然愿意留下来了。太好了！孩子们修好了音乐盒，好开心啊。